而晚间最新的党政焦点要带你来关心的是拼选举，马英九跟蔡英文在今天晚间不约而同都来到了嘉义，但是意外现场不断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现身，除了有热烈的支持群众，当然还有小猪一起欢迎。就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小英上台演讲。中嘉义是要归谁？就在小英姐的旁边舞台边边出现了一名妇人。小英姐说什么她不止答，还比手画脚。怪她是谁呢？没有人知道。维安有了漏洞，她怎么闯到舞台上？虽然最后被请了下去，不过也让人虚惊一场。蔡英文在嘉义造势有小插曲，同样在嘉义的马总统场子也有状况。马总统在体育馆里头拼选举讲政策，体育馆内气氛热闹，但外头有个支持群众老阿伯昏倒了。马虎你那个阿伯修乱了，可能是见到马总统兴奋过了头，才造成昏倒情况。选举还没正式开跑，选情已经满满加温，突发情况可能随时发生，维安人员的神经得要绷紧哦。东森新闻吴瑞兴 SNG 小组。